Come on, beat it. 那我听，没问题，没问题，这就可以了。好，哎，其实 人在哪里 ？Michael 跳的有一点点不像。哎哎，挺漂亮的。哎，蛮漂亮的。嗯。各位老师好，我是孙大日，今年20岁，来自浙江慈溪。啊，哦。给你们带来一首，让我先传一下。对对对，哎，你先传好，传好，不急。给你们带来一首 Rather Be。哦。Rather Be。We were 1,000 miles from comfort. We had traveled in the sea. But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唱得很好。我是这么看啊，当然这些可能他们的比赛的经验不是很足，一定要先唱歌再跳舞，不然先跳了舞之后就没有力了。对，可是我觉得他跳了舞之后呢，他唱的还不差。对，从他这一些里面呢，可以听得到他的语感啊、音准、节奏都是不差的。OK， 所以呢，我推荐。我觉得他有点生涩，但是他刚刚开始的准备还蛮充分的，我想给他一个机会，我推荐吗？恭喜你，好，下一位，这位，他还蛮可爱的。